近日，河北邢台军分区联合地方部门在全市中小学开展学唱强军战歌活动，官兵们在教唱的同时，还把每首军歌的时代背景、精神内涵以及背后的战斗故事讲述给学生们，在青少年心中种下爱国主义的种子。军歌时时处处教育、感染和打动着学生的心灵，每唱一次军歌，就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。师生们便会接受一次精神的洗礼，